有机会参与本次会议，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是 Toshio Kazama，青苹果美股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赴美三专业工业区的开发、销售和运营单位。自2015年以来，我一直在赴美三专业工业区工作，负责开发与销售。从我第一次来越南生活与工作，已有19年。具有关键位置，支持工业区的住宿点，主要交通道路靠近龙城国际机场，并距离盖梅斯威国际深水港仅2公里。与此同时，在日本自行单位总体规划和详细设计基础上，我们对这些单位要求建设符合或超过国际标准的基层设施工程。以客户至上为左右铭，我们全体员工始终本着日本人热情好客的精神努力工作，为来到工业区的客户带来效率和满意。更重要的，我们不仅专注于硬件基层设施，还专注于软件基层设施，如一站式服务，在项目实施与运营时提供协助服务和全程陪伴投资者。遗憾的是，由于 COVID-19 的流行，客户难以敲到赴美商工业区。然而，我们的营销部处长 Kim 小姐上分享一些信息，让客户对工业区有一个概览和更好的了解。我很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能与各位见面，非常感谢。今天出席线上会议的各位代表、投资者以及嘉宾。我是青金，为营销部处长，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此代表青苹赴美股份公司巴蒂头顿赴美三专业工业区的投资者，给各位说明关于巴蒂头顿省的投资环境，同时介绍有关赴美三专业工业区的一些特色。在演说开始之前，敬请各位观看巴蒂头顿省和我们工业区的中观短片介绍。赴美三专业工业区极具吸引力的产业发展区，位于南部经济关键区，占全国 GDP 40%的地区。巴蒂头顿拥有全国最大的深水港口，并世界排名第19位，为南部通往东海的渠道。以西的巴蒂头顿离越南最大的经济重心胡志明市60公里，以北为同奈省，以东为平顺省，及以南靠近东海。2020年底，巴蒂头顿带有482 FDI 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为326.5亿美金，在吸引 FDI 投资的63省市中排名第4。综合众多优势和潜力，巴蒂头顿专注于发展四大经济支柱：工业、港口、物流、旅游、石油。位于巴蒂头顿的赴美商专业工业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方便与主要交通路线连接。赴美商专业工业区离胡志明市60公里，经51号公路和胡志明龙城尤嘉高速公路，并离龙城国际机场28公里。特别是赴美商专业工业区靠近2条重要的跨区域道路，以北靠近富河盖梅公路，属盖梅四威的港口间路线，连接赴美商专业工业区盖梅四威深水港群及便利龙城高速公路，通往湄公河三角洲各省。以东靠近991B路为重要的交通轴线，连接盖梅四威港群和边河头顿高速公路，通往南部其他重点经济区，如同奈、平阳、平富等。这2条主干路线有助于缩短从赴美三专业工业区到盖梅四威港群的距离，公路仅2公里，水路仅10公里。盖梅港及四威港是全越南最大的深水港口，并居世界第19位，国际中转中心。水深度可达-16米，能吸收载重超于20万 DWT 的国际船舶。越南南部唯一有直达欧美之航线港口。2020年通过盖梅四威群港上现货的总产量近1亿1300万吨，进口岸进出口的货柜总产量达442万 TEUs。
占全国货柜进出口总量的 35%。同时，工业区还通过水路顺利地连接到半径60公里内的海港系统、ICD 和仓库。另外，赴美三工业区靠近各种综合体的石油化学、化学物质、液体物质，形成有价值工业链的港口，为南部关键经济区提供基础原物料。赴美三专业工业区总面积为1046公顷，并分为三区。另外，赴美三的变异服务生态中还有一个规模为38公顷的赴美无水港。赴美三专业工业区是越南唯一之专业工业区，是根据越南政府与日本于2014年签署的合作协议而建立。同时，这也是基于巴蒂头顿省潜力及优势的经济发展倡议计划中之重点项目及模范工业区，先进技术同步并符合国际标准的基层设施，内部交通系统完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符合 A 标准，地下供电系统化由赴美三自行投资开发及分销，为客户工厂围栏外提供供水系统、天然气、工业气体和电信网络，走廊水管凝结物 LPG、LNG 连接 LNG 仓港， PV 汽油是液体化学物质。赴美无水港也是赴美三专业工业区的突出点，在港口扮演着货物分配中心及后勤支援，规模为6个长达600米的港口，能吸收水线 4.9 米的船舶，仓储系统、空箱堆场提供全方位多样式物流服务，替客户优化生产成本。此外，具有专业一站式服务的软基础设施体系也是赴美三工业园吸引投资的优势，由整个项目实施中提供支援及陪伴投资者，在投资商与地方政权扮演着桥梁的角色，确保生产过程流畅及简易行政程序。同时，赴美三专业工业区还提供各样设施服务，办公室出租、会议室、银行、餐厅、咖啡厅、18栋高尔夫球场、住宅区及专家住所。工业区里的所有基层设施均由经验丰富且高度专业的工程师团队运作及管理，提供24小时协助，让客户安心稳定生产。当在赴美三专业工业区投资，客户享有各项投资优惠，租赁期为70年，免20年是每年土地租金，10年内优惠企业所得税 17%， 免税头2年，接下4年优惠 50%。评级关键位置，现代化的同步基层设施，符合国际标准，加上专业管理服务的完美结合，赴美三专业工业区比起其他工业区创造出不一样优势，并得到世界各地投资者的高评价与信赖，如 Yoshino、 Nitori、 Marubeni、 Korea Zin、 Asley。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赴美三专业工业区客户的分享。一方、フーミスリーは工業団地化管理サービスだけでなく、弊社事業へのご理解も多々ありまして、関連各省庁との交渉、調整におけるバックサポート、他エリアへのガス供給配管不設に関わる許認可等、非常にフレキシブルなご支援をいただいており、大いに感謝しております。この自然放射性廃棄物をどのようにして処理するか、処理地をどうするか、どう確保するかについて、フーミスリー工業団地の方々からは非常に大きなアドバイスやご尽力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赴美三专业工业区客户的成功是我们的成功。赴美三专业工业区极具吸引力的产业发展区。各位嘉宾。巴蒂头顿为越南南部经济关键区的省市，离胡志明市仅60公里，拥有越南全国最大的深水港口，也是越南南部倾向国际的渠道。
拥有总面积约1989平方公里和100万多人口。每年巴蒂头顿省贡献给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约一成。巴蒂头顿省是全国经济灵活区之一，持有四大经济支柱，分别为工业、海港、旅游和油气。位于巴蒂头顿省赴美山专业工业区城际交通顺利网络的潜力和优势，不但顺利与交通公路结合，而且还包括水路和空路，正如各位在我们的短片介绍中所看到。巴蒂头顿省持有特殊的优点，已成为吸引工业发展区，特别为全国的重工业，包括拥有盖煤世卫深水港口，并有能力吸收超过载重20万吨位的船舶，以及能直接与亚、欧、美国际航海连接，助于投资者节省庞大成本和运输时间。此外，因具有发掘和炼制汽油的优势，本省还拥有丰富天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体、冷凝物等等。另外，充沛与干净的水源储量达3亿立方米，和火力发电厂组合所提供的稳定电源，预总功率为4100瓦兆，不但提供给巴蒂头顿省，而且还供给越南南部其他省市。综合上述四大优势，巴蒂头顿正在且已经与世界上知名集团招引极多大规模投资项目，如龙山石化炼制组合，预总投资额上达54亿美元 ；Hyosung 化工厂的资金规模为12亿美元 ；PV Gas 的 LNG、LPG 世卫仓港项目每年吸收液体货物产品总容量高达500万吨；又或是 Korean Zinc 在赴美山专业工业区的钢炉粉尘回收厂项目和更多投资项目等。继承巴蒂头顿省的潜力和优势，赴美山专业工业区为巴蒂头顿省的重点项目和模范工业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目前第一阶段，我们已完善面积约370公顷的基层设施，且完工率已接近90%。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第二阶段建设，接近600公顷的土地，预计2022年初移交。工业区还准备建设住宅区和面积90公顷的18栋高尔夫球场，为工业区的投资者和客户服务。赴美山专业工业区现为越南唯一的专业工业区，是根据越南政府和日本于2014年签署的合作协议而成立。因此，我们有两大优势：第一，有70年的土地租赁期到2077年；第二，是从2018年度开始免20年的政府每年土地租金。赴美山专业工业区能吸引各种行业，从重工业、石化工业、化学工业、基础原物料到轻工业、服务业、海港和物流。赴美山专业工业区招商引资其中之一的优势特色，乃因通过赴和盖煤两条路线，与经51号公路出发，并沿着工业区边缘的991B 路，工业区仅离盖煤世卫深水港2公里，和直接与盖煤世卫港连接。盖煤世卫深水港系统目前拥有多个运营港口，其中有7个杂货港、6个货柜港和4个液体货港。盖煤世卫港是南部唯一一个无需转船即可直通达美国和欧洲的港口，包括20条直达美国的航线、3条到欧洲的航线和10多条到亚洲内区的航线。此外，赴美山工业区还利用靠近盖煤世卫深水港口的优势，自行投资规模为6个内河港口和面积接近38公顷仓库的赴美山无水港，以优化工业区服务生态系统，并成为盖煤世卫港的延伸板壁为目标。各位嘉宾，赴美山工业区由日本专业承包商设计和建造，并以技术同步投资基层和国际标准的现代化设施。正如各位在屏幕上所看到，赴美山专业工业区自行投资电房、供配电系统、
并安装到客户工厂的围栏上。这是我们第一阶段污水处理厂。工业区还能通过地下管道从收整气站把天然气供应到客户工厂的接收点。除了天然气外，工业区还能透过 Nippon Sensor 供应商提供氮、氧、氩、氢等工业气体。内区道路系统由钢筋混凝土制成，具有高耐久性和承载能力。我们提供整个基层设施服务，电力、水、煤气、互联网、废水均是高质量的地下基层设施，并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团队运作。正如视频中介绍，除了现代化的硬基层设施外，我们还提供一站式服务，与投资者在富美山工业区实施投资项目的整个过程提供协助。关于税收优惠方面，投资者在富美山工业区投资时，前十年 20% 正常税率基础中将享有 17% 的折扣，其中两年免税，次年减免 50%。 富美山意识到劳动招聘问题乃是投资者在越南投资时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为了满足客户在工业区招聘劳动上的需求，我们积极与省内和附近地区的大学、高专、职业学校联系，并与国家管理机构密切合作。比方说，工业区曾经协助 Nitori 投资方招聘4000多名工人，100名员工等。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富美山专业工业区也与当地的政府携手，为工业区投资者提供及时的支援。例如，我们会及时更新有关 COVID-19 情况的信息，以及国家机构对投资者的公告和指示。我们设立了24小时热线来回应所有投资者的问题与要求，并加强工业区投资者对 COVID-19 的防疫措施做宣传和指导。此外，富美山还主动向国家机构发出书面请求，优先给工业区里的商界领袖、外国专员和劳动者接种疫苗。统计至今，我们对工业区里的专员、劳动者完成首次注射已达 50%， 其中 100% 的外国专员已完成第二次注射。我们还向当地医疗机构赞助 PCR 检测机，优先给工业区投资者有合理的检测费。同时，为协助投资者减轻财务上的压力，富美山还考量到在 COVID-19 大流行困难期间，让投资者延长基础设施使用费和土地租金的支付时间。基于关键位置、国际标准基层设施、专业服务管理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之下的完美结合，至今工业区已吸引了约26个内外国投资者，包括 Merrill Bennie、 Sojix、 GS Industry 责任有限公司、 Korean Zin 集团、 Sear 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与集团。截至目前，外国直接投资招引了总投资额约30万亿越盾。预未来，富美山专业工业区将继续主推合作与促进投资计划，以迎接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浪潮。此外，我们促进巴蒂头顿省和南部关键经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动力，并为客户带来更好的优惠。最后，我代表富美山专业工业区向计划投资部、台越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协会、驻台北越南文化经济办事处为我们举办和协助本次线上会议而感激不尽。愿祝各位代表、各行企业和投资者在生活里获得成功、身体健康和幸福。感谢各位的聆听。